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克，今天我们又回来玩阴阳师啦。在今天呢，阴阳师开始了新的活动哦，鬼王之宴。那这个活动呢，会有一系列的关卡可以让阴阳师们来游玩哦。不过会有阴阳师的影片，就代表我们又来抽新的卡池啦。那么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介绍鬼王之宴的东西哦。那我们先看一下商店，商店这一次出了蛮多鬼王之宴的礼包，然后这次也有折价券，然后杰克今天抽到七折券，应该还在观望吧，再看要不要买。我想要给大家看一个插图的地方，这次的主题呢都是鬼王之宴的。如果你没有看影片的话，那个影片我会放在底下。然后第一张呢是镜中摘像，清明把云外镜打破了，对。然后另外几张都是零度御前，你看这个腿这个胸，哦，我的天啊，买了买了买了，鬼船再临，然后这个元杰神的，我真的觉得元杰神这个脸很逗哎、欸，很逗趣，买一张买一张，有了猫之乐趣。那么接下来还有这一张鬼王夜宴。应该也是买来收藏，因为这一次的鬼王之夜嘛，就买来收藏吧。那么杰克呢，目前剩下6000勾哦。那么这一次的大奖呢，一样是零度御前。这一次的新角色是海国的哦。然后520抽必定会出一张月之护符，月之护符可以直接指定哎。哎呦，可是好像没有零度御前就是了，太吸引人了吧？520抽，可是520抽好多、哦。杰克这边的话，顶多100多吧，指定几率 up 10%。这边有免费的同龄礼包、音乐礼包跟金色礼包，这两个都是要氪金的。看来大家都氪最右边这一个呢，我们领一下吧，领取，然后上面的2万、4万都可以领。今天的前十抽。会不会就有 SSR 呢？开抽！哎呦，刚刚画面好像稍微卡了一下哦。鬼一三兔，两只 SR 哦。怎么都是 R， 还是 R， 难压天狗，战神三尾狐没有了，前十抽没东西，再来第二十抽。那么这个第二十抽呢？我们来画个六芒星好了，刚刚是五芒星嘛，六芒星好像很难画啊，歪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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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六芒星歪了。希望少少出，牙听狗，狸猫，哦，小小黑，哎、欸，黑了黑了，SP 狐狸吗？哦 ，SP 的玉专机，道和玉专机，我反而是缺 SSR 的玉专机。虫师，冰油，画金，丑时之女，特特妹妹，可以啦，二十抽就出一只 SP 了。如果出一只未收入的话，杰克就我想想哦，我就简单 cos 那一只角色，来吧，啦啦啦啦啦。来啊，出位收入啊！狸猫，好快好快！做夫童子，十八鬼，哇，六个都 R 哦，七个 R 哦，不太妙，我就要全 R 了，哇，全 R， 哇，看来是不想要我 cos 呢。如果这个石抽出零度御前的话，我就 cos 他。没那么好抽啦，没那么好抽啦。零度御前呢、欸，几率最低的。哦，波了哦，之前都有人说哦，班诺波了哦，好像是主要都念波了，然后班诺也有人念就是了。啊、中文博大精深啊！
니있어요시지사무시다지요의자노지간다이모노나도손가이센와에메요아이야四十抽了哎，我们已经四十抽了，我们来消个灰卷好了，消消业障，可不可以出瓜啊？对不对？好吧，我觉得我跟瓜无缘，看来我是跟 SSR 比较有缘啊。瓜没有，来吧，既然都没中瓜了，就来一张 SSR 吧。开镜，等一下这个样子怎么看起来像阿卡？啊、我 SI 画错边，算了。救救你有一次该出现了吧哦黑画面慌吗慌 我看那个动画已经看了三十次了都大概知道是谁了慌 SSR 眉から出た私を見て蝴蝶精炎炎罗还有吗还有 SSR 吗或 SP 五十抽了零度御前5%没关系我们还有券我们还有券两次的次数用掉了那我们来画个弓箭好了弓箭出吧出一只零度御前为什么感觉不太妙刚刚还跳一个花盒弹哦耶幕帘SP 的一幕帘哎应该说 SP 造型的一幕帘木莲，心心と雨が降る。私を呼んでいるようね。お前の骨は俺が。哦，跳跳哥哥，人少输了跳跳哥哥哎。みんな天性の踊り子だよ。どひと息つけますの？この人おかしいな。何かが。管虎，三尾狐。我の力を貸して。一木莲金子获得外观，因为我刚刚就想说，会跳这个花和山的话，不就是我抽到造型的吗？哎呦，抽到一个一木莲金子，好啦，那么本站花了60抽，把三次用完哦。我觉得我想要等到下一次再看看的，有没有办法把这只零度御前抽到、哦？好啦，我们换成小号。那么小号这边的话不到100抽啦差不多80吧 ,80 抽上下那我们就速战速决小号的话抽到什么都好因为小号的角色比较少。跳跳弟弟五十金。喂百目鬼。书翁。做夫童子哎三次 SR 了哎十五这个十抽没有不过没关系一样来个弓箭好了感觉好多人都有抽到零度御前哦可恶哎樱花妖3R4R桃花哟桃花跟樱花都出来了哎、欸、嗯小号前20抽里都没有东西会就随便画一下吧再围一圈放弃会不会黑画面嘞？发鬼！哦，意义！不破鸟！哦，黑了！山峰！山峰！这应该是没有皮肤的吧？还是有？哎、欸，又黑了！玉钻金！
玉专辑。我很希望把小号的玉专辑分给粉藏哎、欸，为什么这次再抽到啊？我家就重复了，感觉重复了超容易抽到。哇，这一个十抽直接出两只啊，666。我们三十周出两只，可以可以，这个进度是 OK 的。我们再来画个弓箭哦。然后画个弓箭就出什么？拿弓箭啊，像刚刚的那个玉钻金有没有？红叶。阿卡就不想念了。作夫，我连续的作夫，丑事，太多作夫了哦，没了，一只 S 而已，超多作夫童子，抽不到你，我也想要拿个碎片就好，来个八卦，又不像八卦，算了，就这样，今天画什么不像什么哎、欸。金鱼姬，桃花妖，哦，正，狸猫，哦，出了，哎，我的力を貸してやろう。好啦好啦，少少出可以啦，少少出。一木莲。啊，至少五十抽毕业。欸，这样我们只抽了110耶，两只账号抽110，两只都毕业了。这样我就算欧洲耶，只不过有些是重复的就是了。真的觉得要抽全图鉴好难哦，不然就是要把这个月之符咒拼出来。看这一次杰克之后有没有机会把它拼出来吧，靠那个竞猜咯，多赌博多赚票。好啦，那么今天的零度御前抽卡就到这里结束啦。不过比较可惜的就是没有把零度御前把它弄出来哦。但是杰克觉得说，就是因为目前杰克没有全图鉴，要把它弄出来还是有点难度，就觉得好像拼个会卷吧。我想要拼右上角的会卷试试看，目前是丢了刚刚抽的60抽的600，看能不能拼个至少一个碎片吧。一个碎片化之后要用换的还比较容易一点。好啦，那么今天的抽卡影片呢就到这里结束咯。如果喜欢杰克的抽卡影片的话，可以在右下角点个喜欢、订阅还有小铃铛。那么如果对这部影片有什么建议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哦。我是杰克，我们下一次再见啦，大家拜拜。如果喜欢本次的影片的话，别吝啬你的喜欢，给我们一个鼓励。订阅之后记得按下小铃铛，第一时间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拜拜。